开始给灵珠啊煮肉了，肉汤啊熬好了，加上狗粮，温度刚刚好啊。我们喂灵珠，走走走走，等会儿等会儿。哎呀，满满一大盆儿，哈，上来先吃个鸡架啊。哎呀，怎么这么讨厌呢，灵珠？非得叼到外边吃。这刚刚给你弄来一盆儿，全部弄洒了。我这是不习惯在盆子吃，就喜欢在地下吃。先吃完肉，吃完肉了再吃狗粮。还烫啊？不烫了吗？喝。你说给你弄盆来吃多好，哎，非得弄洒。灵珠这奶水啊，还是杠杠的，我靠，比较充足啊。这现在还是连吃带喝呢，喝两口汤，吃两口狗粮，再吃两口肉。你这现在吃东西比人都会吃了，灵珠。慢慢吃啊，看看你的小宝宝。喂喂喂，有没有醒着呢？开饭了，啊，都在睡觉。天热啊，这还是这苍蝇不断，熏一熏嘛。行啊，灵珠，吃完了就过来带孩子。哎，干啥呀？啊？现在这两年看这小家伙跑多快啊，大家好，我阿龙。这两年这个温度啊实在太高了，外面应该现在得有35-36度，太热了，戴个这个遮阳帽。然后来这边第一件事啊，就是有苍蝇，然后那点了两根那个蚊香嘛，去一去苍蝇。然后就是喂灵珠啊，灵珠现在一切都正常，
这不是这个昨天给他消消炎，然后清理清理子宫，基本上差不多了啊，没啥大问题。小家伙今天是第十天啊，真是呀，真是这家这你这就一天不过来看就是一个样啊。现在你看那个这个吃奶那个劲头了没有啊？你看前两天就是都是灵珠来了又舔那小狗，小狗才醒。你现在只要一听见动静，那小狗砰砰砰饿了，直接去了。嗯，灵珠呢也比较这个负责任啊，这个吃完饭了，吃饱了，没事了就赶紧过来带孩子。嘿，这小家伙，再让大家近距离看看啊，十天。十天的小狗，出生十天的小狗，哎，这有一条，这有一条怎么不饿啊？这条都吃饭了，开饭了，也没人喊人家。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啊。这条小母是最小的，看跟这个差多少。哎，没人没人，好家伙，这外边不能有一点动静了。好好带孩子啊，外边现在有啥动静不用你管。灵珠这耳朵你看灵得很，然后前两天不是给大家说了啊，就是刚生狗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一段时间很多粉丝也是在关心啊，关心灵珠，关心这位小狗啊，非常感谢啊，感谢支持。然后我是想这窝小狗呢，就是等到二十天嘛，等到二十天左右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基本上我就都能看出来了。因为这窝狗呢也没有我特别想要的吧，那个奶牛色啊，全部现在全部都是虎皮，黄虎皮、黑虎皮，然后还有这个黑色吧，都是带着胸花啊。有一条小母呢是踏雪，四个蹄都是白的。嗯，说着不想留吧，但是看着好的，我还是想着自己留一留，看一看，是吧？可能要是留的话，可能也留个一，最多两个吧，啊，然后其他的肯定就不留，反正怎么说呢，再过十天吧，再过十天看，我这个小狗的品质就有数了。其实就现在，在我心里都已经有数了。品质反正脱不了这两条啊，但是呢就是有喜欢这窝的啊，然后到时候品质方面啊，还有这个价位方面啊，我都会给大家呢就是讲解清楚吧，说清楚啊。总而言之吧，就是这窝小狗呢，就是给大家会有一个完美的这个解答交代啊。然后养这么多年普家了啊，它的习性了，它的这个性格了，包括遗传基因了，啊，基本上也都了解。其实呢，在灵珠没生狗之前呢，我就说啊，奢望有一条两条的小奶牛啊，但是一条也没有。为啥呢？其实我也能想到，这白色呀也好，奶牛也好，不会那么轻易出。为啥呢？灵珠的隐性基因太强，他父亲是那个诺基是白的，他母亲就是黑的，啊。然后他姥爷就是大老黑德伊里马雪的啊，这都是黑色啊。然后他姥姥那一辈儿那都是虎皮的啊，所以说这个白色的奶牛啊特别不好碰啊。其实黑虎皮的也不错啊，其实这个最早嘛，阿特拉斯当然雪嘛出的就是黑虎皮的白胸花的，这都正常啊。总而言之吧，有喜欢的就关注啊，然后给我私信。等到再过十天以后吧，再开始
预售吧，然后各方面吧都会让大家满意啊，因为这个窝呢它也是不太一样啊，所以说这个定的这个米数呢也会不一样啊，就是上次说了啊，就是5000米吧，5000米左右啊，到时候我再看一下品相了、结构了、成色了怎么样，再具体给大家说一下。因为这个普雷萨亚纳利啊，它生长期呢是2年半，所以说现在小狗呢这东西小的时候只能看看现在大概，但是对于一个经验足的人来说，一个月左右就完全可以看出来这小狗啊，小狗的品质了，各方面了都能看出来。行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先分享这么多，然后灵窝这屋小狗呢我也会持续给大家分享的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林中辛苦了啊，好好带孩子啊，我走了。